鹏鹏，输赢不重要，你最重要是吧？哎，破梗了，你最重要。如往常的忧郁，不然就去多看风景，一整晚的诗意，所有感受的你，但就没有定律，反正我选择认你，呼吸在你的眼睛，让我打发手，放弃你的忧愁，早习惯为你自己写冲动，如果你点头，我就不退后，动着心里发给我，你可以等候，悄悄这个时空，这个星球中，有你邂逅，有一种快乐反应，是收到你的指令，远距离触摸不定，但世界也能摆平，有太多不可思议，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放晴，如果有超能力全住你。你身为哥哥，你得担当起哥哥的责任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不够，这个破草，对对对，哎，还哎，这个破草，这个破草，哇塞！喂！小青，认真一点。哎呦，这个帅哥是真大，眼睛真大啊！我好珍惜，爱你注意，只能用先生的情，雨里的多雨，雨来的空气，帅呀、啊，只能用帅的气，很奇怪。往常的忧郁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其实我也是觉得那个头发稍微是有点显胖。所有消失的你，爱分就没有定律，反正我选择认你。呼吸在你的温柔越来越近，让我打把手，放弃你的忧愁。早就习惯为你自由的冲动，如果你点头，我就不退后。多么长的黑夜白天，我都可以等候。碰巧这个时空，这个星球，终于和你邂逅。有一种孤独反应，是受到你的指令。好吧，给胜利的基石，你只要憋住，你就不要想，憋住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不要想。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放晴。如果有超能力，老婆，你知道你像什么吗？你像那个雪场里面那喷雪的那个机器，你知道吗？造雪机，造雪机，鹏鹏，造雪机，鹏鹏，你是西门吹雪吗？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你是西门吹雪吗？记下来。请问你是西门吹雪吗？你不要再吹雪了、啊。吹一次试试。喂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 ，Hello， 你好呀，干嘛呢？我现在好难受，我太难受了。怎么说？我怎么说？人特别不舒服。我在录节目，我录的我特别难受。你在哪？我在那个特别不舒服，我现在。你不关心我一下吗？那你要不跟刘姐说一下，就跟节目组也说一下。你咋了？你哪不舒服？那个啥，你那个你听过那个蜜姐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关心我一下呗。哎，我舒服了，我瞬间就舒服了，宝，我太舒服了，想你了哟。好嘞，那你对我们在录节目呢，我们在宁夏，我们在沙漠里面。好嘞，对，照顾好自己吧。好，拜拜。好嘞好嘞，拜了个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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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为什么我后面在有脚步啊？我后面有脚步。我哥哥，哦，是我。你说呀。我不知道呀。哎呦怎么了，宝？宝宝抱住了我的脚。发生了什么？不是有个人摸我手。看他，我摸摸他，他抱着我大腿。我差点会被他绑着再走。我们不会是单人任务吧？暂定吗？那他们呢？你在我后面吧，我不要。你在我后面。我们这样吧。我们这样就行了。我们要不先找个墙就行。不要动。有墙，我们先靠着墙，我觉得这样。这样我感觉前面有东西。哦，这个。
我就不应该走在这么前面，我也不应该走这么前面，上次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为什么要陪着你一起呢？不是，不是你家的，你站在我后面，咱俩不蹲着，你别蹲着是陪他的。嗯，是不是他们要救我？下吧。哎呦，对不起。下面请每位玩家轮流说出一句带有建筑物的古诗词，不可以重复。欲穷白日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用古琼楼玉宇。好，可以，请摘下眼罩。我不想摘，我也不想摘。两个一起摘吧。有光有光。哇，不要这样吓我！我现在心跳180，我感觉咚咚咚。走吧，一起来看看。幸好这不是我一个人拉进来，不然我会没有办法。我很绝望，我现在。你别离我这么远，加斯林，有点害怕。加斯林。太害怕了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不就青龙白虎？眼神太好，第二个真可爱。黄花走第二个，黄花走第二个，太可爱了。黄花走第二个。对了对了，住了，木棍放在这个地方，快！还没走啊？他这个是不是电压不稳导致的？